美人李珍妮、李圣杰、薛凯丽这些名人啊，最近呢是不断的在媒体前争取或者是否认子女。卫生福利部在昨天讨论之后，认定呢这已经违反了儿福法，对是否开罚则发函主管机关，对报道的媒体以及当事人了解后处理。儿少法的法律追诉期为3年，揭露儿童隐私的媒体可处3万到15万以下罚�款，爆料家长可以处2到10万元罚锾。那么如果父母呢透过媒体互呛、撕裂亲子关系或者是抢夺子女的行为，可以处6到30万罚锾，或者是命令他要接受8到50小时的亲职教育辅导。